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光子啊，一个在海外打拼了20多年，有着5个孩子的中年小伙。今天呢，我们全家呢将会为大家送上一份迟到的龙年祝福，让咱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对了，千万不要忘记关注点赞，谢谢大家。春节呢，自古以来呢，对于咱们全世界的中国人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，对于世界上的所有炎黄子孙。在这个佳节呢，我很高兴呢迎来了我的两个大姑娘，从德国来到瑞典，特意跟我们过这个传统佳节。在小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，一到了春节，孩子们都非常兴奋呢，因为有红包，有礼物，有很多很多的美食。我们呢给家人准备了一些礼物，我呢先来发红包，每个人都对，先给妈妈吧。你干嘛？你得说，你给爸爸拜年。这个我也想，爸，我也喜欢你，我爱你，龙年大吉。我爱你，谢谢爸爸，我爱你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爸爸。我想说，你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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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谢谢爸爸，我爱你。爸爸，我很爱你。然后呢？还有呢 ？You're the handsome man in the world. Oh, thank you so much. 谢谢，谢谢宝贝儿，新年快乐。Okay. 谢谢爸爸。来，该老大了。感谢爸爸。然后呢？我爱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你再另外一句，我也爱你。龙年快乐啊，快乐快乐，希望咱们能够经常团聚，是不是？不客气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呢，特意从那个中国给全家人定制了咱们中国的汉服，他们俩姑娘的到，两个很漂亮的马面裙，我们的衣服还没有到啊，两批发出来了，你们现在去拿出去试试，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？去吧，去试一试，进来。中国衣服，去吧。妈妈也有，还没到呢，啊，稍晚会到的。来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一二三，请！哇，哦，真漂亮！哎，这中间缺个项链。耶哇，我天啊，真漂亮，很合身啊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大家说漂亮不漂亮？大家看看希拉，应该在白天的大街上拍一拍，是吧？你们喜欢哪事儿啊？大家可以说一说。啊，是戴木叶。Marcik， 我练不到。你？я чую。你？я чую， я чую。Дякую。真好，哎呦，真好。这个呢？это Вера， но Вера спит。啊，Вера在睡觉。马克，你给Вера吧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再说。先给万娘。啊哈，我看看还有红包呢，我天哪，红包还有什么？啊哈，哎呦，行，可以，谢谢姑娘们，真棒。哇，还有这么多东西，这是谁的？这是给他们的。我天哪，我的马哥，你看看姐姐给你买多少？这是什么？啊哈，给我的，这个有意思耶。We love you very much， 光哥。他说这块他用了光哥，然后你是不是又喝多了啊？我媳妇，真好，我爱你们。咱们录制在我是为，是。看孩子多用心，自己画的，自己制作的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Very sham， very sham。这个也给我啊，孩子们自己做的啊，都用心，都是回忆啊。龙年大吉。